所以要打给拜托，咱台湾的新阶段，咱要建立一个新的台湾新阶段，咱需要社会各会改革，咱需要一个国家的新领导者来带领台湾，带领建立一个新的方向，带领台湾重新布局新的经济，这样，那阿里台湾台湾国甲台湾军，但上关键的国会，国会若要过半，蔡英文总统拄啊做一半，所以每一票都非常的紧。欢迎啊，馆长。